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人间万事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我是纽约道场的智群法师，很开心与大家空中相会。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幸运大师全集里面人间万事单元中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委屈六事。人在世间生存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受委屈的经验。有时父母对儿女无理的要求，有时老师错怪了学生，甚至法院也有冤案错判的时候。虽然说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，但是有时遇到纠纷，即使据理力争，也不能讨回公道。例如一，男人遇到女人，在马路上男女吵架，必定男人吃亏。或者在一个车厢里，只要有一个女人大声嚷叫有色狼，男人就百口莫辩。如果真是色狼，罪有应得；如果是一场误会，也只有受委屈的大呼冤哉王爷了。二，秀才遇到兵。秀才是饱读诗书的文人，通达古今圣贤之理，一心想做一个君子。但是秀才一旦遇到兵，也就是碰上一个不讲理的人，再多的诗文道理也是讲不清，因为秀才读书的道理不及枪杆子的道理。当讲理的遇到不讲理的，也只有受委屈的份了。三，大车遇到小车。现在的马路上，小字脚踏车、摩托车，中的有四轮小汽车，乃至六轮的大货车、连接车等。因为大家不守交通规则，不懂相互礼让，经常大车碰小车，小车撞大车。一旦发生交通事故，不管谁有理谁无理，大车总是比较倒霉，因为大就比较吃亏。就像儿女吵架，父母一般都是怪大的不好，这就说明越大越要礼让，不然大车碰到小车，有理也说不清。四，人民遇到政客。政坛上，政治家与政客不同，政治家一心想为人民服务，政客只知求一己之利，甚至专门找人民的麻烦。一般国家都有不少以谋人为快乐之本的政客，他们对人民的诉求概不关心，对自己的利益则是千方百计非达目的不可。尤其对人民极尽欺瞒、压榨、威胁、利诱之能事，可怜的小老百姓遇到这种政客，也只有委屈的忍气吞声。因为民不与官斗，想斗也斗不过。五，英雄遇到病患。社会上有许多英雄好汉，
为人正直、勤劳，热心为民服务，尤其面对恶势力毫不退缩，对于贪官污吏也无所畏惧，处处见义勇为，仗义直言。但是英雄只怕病来磨，一旦生病了，英雄再也无用武之地，只有涂炭无奈。六，忠臣遇到昏君。历史上很多忠臣一生只想安邦定国，事事为民设想，但是不幸遇到一个处处只为自己设想的昏君。即使你有再多的治国良方，他听不进。你声嘶力竭为人民呼号的声音，他听不到。甚至你为新革社会而挺身，他认为你预谋造反。所以很多忠臣义士在昏君之前，才华不得发挥，理念不得伸张，只有含恨而终，岂不委屈？以上六点只是举其要者，其实世间委屈不平之事岂止如此。他如恶霸欺负良民，打人欺负儿童，坏人欺负善良，富者欺负穷人等。所以要在世间上生存，看来只有多受一些委屈，只有从修行忍辱波罗蜜来下风功夫，否则又奈何。听完星云大师这篇文章，您是否对委屈有了新的认识呢？如果您想对以上内容有更多的了解，请您与我们一起阅读星云大师的全集。感谢您的收听，阿弥陀佛。看山，看水，看花，看草，看石，看人，看青红男绿女，看尽世界万象，却看不到自己的心。看山，看水，看花，看草，看石，看人，看尽红男绿女，看尽世界万象，却看不到自己的心。愚人啊，求佛不求心，圣人求心不求佛，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就在如心头。看山，看水，看花，看草，看石，看人，
见世界万象，却看不到自己的心。愚人啊，求佛不求心，圣人求心不求佛。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就在汝心头。求佛，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就在汝心头。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爱上你我的缘。